今天我们要去爬山，在家已经闷了多少天啊？35天了。今天终于出来去放放风。啊，我戴的这个口罩是我们家阿姨从泰国买来的，我给她做过测试。我们回家的时候再买奶茶。好吧。我给她做过测试，她的这个防漏性不够，虽然也有3层。所以我决定在登山的时候带他。今天我们的导游是这个小朋友，来打个招呼。呀，我们今天要去爬的山呢，叫做乐富山。这座山呢，就在我们家的门口，很近。两个姐姐呢，在家写作业。上课。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就是上网课，上网课，上网课。我已经待在家里快疯了。今天我儿子呢准备了一个大大的包，来，孩子，秀一下你的包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导游，他的包里有很多装备，来介绍一下包里有些啥。里面有一些枪，要给我们说名字来一下，一个大声音，如果有些人都会听到。再见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挂在那前面长长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棍子。这棍子是干嘛用的呢？是爬山棍。好，你那个背上还挂着一瓶什么？水。水是干嘛用的？是喝来用的。来。OK。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前面呢，在这个前面呢，是我们的这个，是我们的这个